忘记我先打开第一个阿平的了。阿平的是这张图。大狗狗，你要多大？因为我怕会太挡。我已经330岁了，300岁，这个蛋糕怎么是倒过来的？因为是由我的角度去看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贴心贴心，细心，很可爱呀！好多炸鸡和可乐、披萨，不是？我到底吃多少啊？这是我一个人吃的吗？这是我一个人吃的东西吗？这也太多了吧！旁边有小羊歌唱团嘞，好可爱哦！然后还有可乐咪，可乐咪在礼物里面，你们看，可乐咪在礼物里面，可爱，养肥它，胖胖的，养肥它，可爱耶！我平时吃这个份，等一下，我平时没吃那么多，好不好？我觉得你对我肯定是有什么样的误会。然后这只，超级好看，真的很猛哎！而且竟然是绅士版的西服啊，我的妈！蛋糕太小了，什么意思？这样就够吃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就够吃了，好不好？那个日历怎么还在2023年？哎，对，今年是2024年呢。哎，对。我就知道是998画的，这画风一看，超级有特色又超好看。它怎么是2023年998？998，只能说太累了，主播养主播我太累了，想回到过去，不能拿来印制商品，只能做个人桌布哦。拿去印制商品的我就告你。然后还有这个感谢阿平的赠送我这个挂轴，我现在有点在思考我挂轴到底要挂哪里，好像没有空间可以挂的，我再思考一下。Thank you。几步56分钟，我现在快点，刚去上厕所。蛋糕吃太多，谢谢西夫。蛋糕吃太多没有，今天没吃蛋糕，我收到蛋糕太多了。你要给西夫看他身上白痴哦，那张图就是西夫送的啊。我给他看干嘛？那就是西夫送的。啊，他还不知道啊？对啊，怎么？好坑哦。你有缺生日快乐歌吗？没缺我就不唱了。要生日快乐。哈。我好累哦，可以不要吗？你可以好累版的生日快乐啊，你自己提的啊，没办法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哇哇哇哇！好了，我唱一下英文版的，四句而已吧。听好了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Thank you. 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耶，好深情，好深情，有味，有味，有在唱歌哎，听起来也不是音痴。